啊，我告诉你哦，这次迷途在 Vito 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我要直接请那个资深副总来跟你们说，这是为了要表达我们这个特别的那个合作，然后送来的小礼。哎，副总，副总，快点，快点！你们刚刚在看片花，一定要来，副总要干嘛？副总好，他们两个人很紧张。哎，第一次跟副总坐这么近，哎，是，第一次跟副总坐同个沙发，坐同沙发。哎，副总，刚刚大家看那个，就是我们今天特别，因为在 Vito 正式播出了，那我们今天做一段那个记者会的片花。可是我知道里面有先买一个是 Vito 特别要送给那个 Vito 会员的礼物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其实这次播出的迷途，从今天开始连续4天假期，你们都可以看在 Vito 上面看到的迷途，跟别的以前不一样，是我们有刚刚你们看到看完会尖叫的那样子的幕后花絮哦，看到壁咚的部分啊，还有床戏的部分。那些幕后全部都在 Vito 上面看，这也就是这一次我们特别会播迷途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也很希望说在 Vito 的这个平台上面都可以有其他平台没有的所有的独家。我们也很清楚知道说，其实一个影音平台最重要的还是内容，真的真的，对对对。那这一次这么优秀的作品，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，尤其是千娜还有以豪，还有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康仁，康仁也在三立有新戏了嘛？对。还有我们每五哥也是天天在三立看到的，他在甘为人生。所以这些都是三立非常熟悉的很棒的演员，我们也很希望说三立的观众尤其是 Vito 的会员很熟悉我们很棒的演员的作品，尤其像迷途可以在 Vito 上面能够看到，还有很棒的幕后花絮。真的，幕后花絮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追剧的人最想要看，对。然后我们就这么贴心，然后来到 Vito 就要安排一下不一样的。对对对对。那刘宇豪，你敢壁咚副总吗？我是觉得你还是比较好的。副总好。你好你好。副总，你觉得你要评价一下刚刚刘以豪的身材吗？不要啊，你很。我们的男一永远都是最棒的。看是不是？谢谢副总。对对对，他就告诉你说那个，把他们叫回来之后，记得赶快回来上班。对，快了啊，快了。在空中飞，在空中飞。是是是是是，很快都会在三立看到所有优秀的我们的演员。而且我跟你讲特别的，我们首映会啊，什么记者会，哪有跟副总坐在一起？真的、哦，因为我们今天在沙发上，你们两个有什么要跟他说的，快点跟他讲。好紧张哦。而且今天在这个Vito的 Open Studio，Vito Studio 其实是很有趣的，而且我们也很少我们的记者会直播，这就是一个新媒体的影音平台，我们会做尝试的新的方式。对啊，而且那个副总很开心，就是以豪特别为那个迷途在 Vito， 然后才刚从纽约回来，他还没有睡觉。OK， 你可以安慰他一下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先谢谢副总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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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